给你看看我们家哈士奇，这他三个月，哎，其实还挺帅的，真的。对，完之后这他特别小的时候。刚才有讲到哈士奇，其实我长得很像哈士奇。一旦代入无法自拔。我看见了小肖以后，我忘了哈士奇长什么样了。黑白。哦，那条狗啊，不像不像。我这儿有点像。哥，再来一下。Cool。哈士奇是不是有时候有点斗鸡眼？对，有一点点。因为我的黑瞳孔很比较小，所以我白的地方比较多。我最喜欢这种白的瞳孔，不是白的大，白的瞳孔黑的小，因为看上去，人比较狠。啊，你比较凶一点，对吧？不是凶，是狠的，是透着一种狠劲。狠劲。对，yeah， 就这样，哇，好爱哦！